红白大对抗第一场赛事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你们准备好了没有？我自己是还没有准备好啦，因为是有一点，你知道手忙脚乱，已经吹了 key。第一场比赛，战斗的号角准备展开。然后这边是有我们第一张地图，环河星湖啊，环河星湖。这张地图呢，其实是非常不错的一张地图哦。其实这张地图，我觉得它的快攻是很可怕的。好，现在双方队伍已经开始在进行分队了。第一场的赛事就此的展开。三、二、一，2017红白大对抗第一场赛事正式打开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白方的是我们的住在角落的边缘皮粉，也是我们古币卖家。昨天有这个两场败绩，但是不错，我觉得这个败绩才是成为成功的先决条件。那红方呢是从未见识过的9487九四狂，这个队伍现在目前还是泥一般的实力哦。好了，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红队这边，红队这边是我们的9487九四狂，目前赔率稍微少一点点，他们现在是利用泥土呢盖一个两格高的高墙，但是我不知道这用处是什么，因为就我们昨天所认知的，就是挖空地基然后盖高墙，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哦，因为你防守很困难，反而就是你看那个昨天我们的这个 Damn You 呢，直接打一波 Rush 进攻，一波就把对方团灭掉，他对方连进攻的机会都没有，这也是一个战术啦。好，双方目前都还是在这个浓的阶段，不过可以看得出来，9487九四狂这边好像进度有点缓慢哦。我们这边其实可以看得到哦，这边很专业，昨天已经有见识过了哦。有这个古币卖家他们的住在角落的边缘皮粉呢，他们就是有两个人去浓他们的装备，然后其他人呢去做这个防固跟这个采集矿物。古币卖家跟另外一个伙伴呢，他们两个人是负责强化核心的，那两个人负责浓树木，其他人呢下去采集矿物跟钻石强化装备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分配。不过相对的，我们看得出来，就是这里的住在角落的边缘皮粉对面的9487九四狂，好像就稍微没有这么的分配的顺畅哦，他们可能事前沟通不是这么足够，不是这么足够。好，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里红队呢，我们的9487九四狂，他们拿了钻石镐在到处乱挖，士兵76前来报道，那是法拉啦。好强哦， okay、他们拿钻石镐来进。对啊，有点浪费、欸。你确定钻石镐大家会不会又挖爆掉啊？为什么不挖黑曜呢？挖石头？现在他们终于开始对在弄装备了。我觉得这其实有点惨的，因为他们刚才全部人都去挖矿，他们一直没有在弄这个对丛林木，所以待会他居然把它挖掉了。待会我觉得9487九四狂这个队伍呢，他会遇到一个危险，就是说呢，啊，剩5分钟了嘛，对不对？第一个没有黑曜石，这个有点，这要么就是一波 all in 赢了，对，一波 all in 输了，对啊。第二个他点在哪里？就是说呢，你看。他超浅的啦，超浅。然后重点是他这个墙壁其实盖了，为什么？我不懂啊，你为什么要盖在后面呢？你这样看不到啊，你这样防守有人看不到啊，你在那边防守有人进去里面你看得到吗？看不到啊，在里面嘿嘿嘿，对啊，嘿嘿嘿嘿，然后这边就爆炸了，你也不知道干嘛，还有一个路口，这边有灵魂沙，是想盖陷阱是不是？他可能以为就是人家都不会走这边，他人家就说，我进来了，然后拜托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这边钻个洞。对啊，就可以团灭了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目前那个这个住在角落的边缘皮粉，他们现在使用的这个附魔台哦，哇，这个装备全部人都铁装，还有附魔。对面呢，现在还开始弄装备，而且他们资源还没有交换很多。有钻石库是吗？是我收集吗？哦，那不是，没有，他没穿衣服啦，所以还是有好几个没有装备的。这个会是道岩浆，我猜。哇，这我猜一定是道岩浆啦。对，哈基流战法。我觉得应该是世界奇观，可是他打怎么上去？右边的也是世界奇观了。右边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厄狗拉斯，他应该是他们队上最强的弓箭手了。我不相信，我觉得这样子也容易被射掉的。这样子其实还蛮蠢的。对啊，而且你看，我刚有讲他们的这个防守路线，剩下最后一分钟了，哇，比赛剩下最后一分钟就要开始揭开序章了啊，战鼓就要敲响了。好，那我们准备要开始比赛，上最后一分钟，双方已经要到这个前线集结了。
直接打一波。结果上面没有岩浆。上面剩一分钟，你还不到岩浆？没岩浆是怎么回事？哇，这世界极关只有一半了。对，倒数三十秒。好，他们黑曜石只用了三个，也太阳春了吧！我放个 TNT， 你家就爆了。好，沙墙倒下啦，请大伙准备开始你们的战鼓以及你们的宝剑，拿起手中的宝剑，洒满耶稣的圣血。跟耶稣什么关系？不行 ，For freedom！ For freedom！ 这时候他们就那个视角会有那个上下。三处的那个防御的哦，这边直接使用了这个加速的药水，有没有？他们刚丢了加速药水，垫了一个围墙，现在是打算要分推吗？瞬间三个、哦、一个人当诱饵，算时间大哥大，哦，两个打一个，不止四个人上来了，四个包三个，我后面还有弓箭手来支援，双方一直互砍，弓箭盾牌刀光剑影，五光四射，花天酒地，死了两个，目前白队杀斩杀两个，哇，红队有两个人已经被干掉了，三个四个剩 三个人了。哇！瞬间少了三个成员的情况是，他们复活需要12秒的时间哦。哇！弓箭手自己掉下来，怎么回事？完了，核心完全没有任何高手。第一场比赛瞬间结束了吗？全部人都上了。红队正在入侵白队的核心，这边有六个人，七个。哦，白队有一个人被射杀了，目前还少一个，但是核心已经被进攻了。而卵石扑上去来得及吗？有点来不及哦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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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很快，被打下去了。这个箭说是十那四块。打得非常漂亮，白队现在跟红队在核心中继续厮杀，白队使用了强力巫术，他们现在攻击力变大幅上升。哦，他们现在才开始在铺黑曜石，他们黑曜石铺的有点晚了、啊，而且岩浆呢，盖的东西没丢过岩浆，到底干什么？现在白队又上来去把这个红队打破，不过他们现在没办法直接挖，他们现在必须要先用这个钻石镐把黑曜石给挖破，因为他不能直接从上面往下挖，不过放个 TNT， 一下就结束了。哦，现在红队所有人在核心室里面都被清光了，白队有四个人占据了核心室，哦，不止五个人，核心被挖了，核心被挖了，要爆了吗？哇！哎哎哎哎哎，怎么没有跳出显示来？奇怪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没有最狂，只有更狂。有啊！啊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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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 OK。哦，因为刚好被弓箭给弄住了、啊，他刚好上面粘个弓箭，然后就有 bug 了。原来如此，好啦，恭喜我们的白队获得了第一场比赛胜利，岩浆才来爆，太猛了！这队伍蛮厉害的，好不好？恭喜我们的住在角落的便秘粉拿下了第一场的比赛的胜利，恭喜！太猛了，太猛了，太猛了！好了，那我们先请我们的最角落边缘皮粉呢，还有就是我们的98.9是狂两队先行离开啊，先请你们先离开这个比赛伺服器，现在准备要由第二队啊，第二队来进行我们的比赛了。